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面对这场疫情的考验，我们正在用各种方式来为这座美丽的城市加油鼓劲。请相信，困难终将过去，希望与阳光就在不远的前方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每一位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、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致敬，同时也为这座城市中守护家园的你们点赞。让我们一起携手战胜疫情，祝福上海众志成城，我们同心守护上海，加油。